自动循环啊，就是一张板压完了，然后它又没有板也给它另外再进一张板过来，放一张板放到这里，让它掉地上去。为什么要停这么久才过来呢？它有个欣慰的，这个每一次必须要启动一下才行的。为什么呢？这肯定不能动，因为你这里停木皮啊，你哪里你贴得那么快吗？你贴得那么快吗？够不够的量？刚刚好。不是不搞自动，不是不搞循环，因为你的木皮你跟不上，你必须每次启动一下，因为你的大小，你不是常规的大板，大板就好做。